今天玩一个幸运方块啊，这是什么幸运方块？哇，天哪，我真是太幸运了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真真的，今天给你们玩一个幸运方块大挑战，依旧是和我的粉丝们还有和大猫一起玩的。不过我的运气不再好啊，我们挖的全是怪物，我爆出了这么多钻石。不过我要这么多钻石有什么用？我要武器啊，救命，赶紧去弄点武器吧。大猫也有点惨哎，去打打大猫。嘿，哎呦，没有打中大猫，打中了，打中了！啊，我又被谁炸飞了？完了完了完了！怎么在这个模式，我要被欺负的这么惨呢？哎，好像我把大猫给解决掉了。这大过年的，君君你又欺负我！哎呀，没有没有，欺负你是我快乐的源泉。哎，我打游戏了呢。哈，叫你嘚瑟。呀，我还没缓过神来，我就得上班呢，真的是太痛苦了。这过年七天，君君在老家真的是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日子过得真的是太开心了。现在又得回到家给大家做直播，做视频，想想都觉得好痛苦。那么很多小伙子可能会觉得说啊，娟娟你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啊？你难道不应该很开心吗？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，如果你们考试，你们要学习，你们会很开心吗？那你肯定也是痛苦面具，对不对？不过这个娃子你怎么老是打我？天哪，娟娟被粉丝欺负了，他杀了我好多次，不行，我得去挖一个神器出来。龙骨弓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啊，我有喜啦，是谁一直在打我？不行，我得扔一点那个炸弹炸喜他。还有谁把这个黑龙都给弄出来了呢？哎呦，大猫被我炸飞了！大猫，你又吓我，我好想哭。不行，我得用大猫的钱包给自己奖励十条小裙裙。这不马上开春了吗？春天的裙子肯定要买起来呀！啊，粉丝们一直欺负娟娟，让我很气呀！不行，我得报复回来。哦，算了，我觉得我放弃吧，我好菜呀，我怎么一直在嗝屁呢？这个地图娟娟被欺负好惨